商鞅变法，实行二十等爵位制度。汉承秦制，延续商鞅变法爵位制度，其中第十九级为关内侯，二十级为彻侯。汉武帝刘彻为了避讳，改为列侯、县侯，爵名汉制，列侯大者实县。县侯例如撮侯萧何、平南侯曹参、淮阴侯韩信、汝阴侯夏侯婴。东汉末年，则有梅侯董卓、温侯吕布、邺侯袁绍、吴侯孙策、武成侯刘表。乡侯，爵名汉制，列侯大者十县，其次十乡。乡侯例如黎乡侯马超、武乡侯诸葛亮、西乡侯张飞、永宁乡侯公孙度、高安乡侯夏侯惇、寿乡侯贾诩、长平乡侯司马师。平侯，爵名汉制，列侯大者十县，其次十乡，其次十亭。亭侯例如废亭侯曹操、宜城亭侯刘备、汉寿亭侯关羽、万岁亭侯荀彧、伟阳亭侯郭嘉、安国亭侯程昱、博昌亭侯夏侯渊、安平亭侯曹仁、益寿亭侯于禁、都亭侯都亭侯张辽、灵树亭侯荀攸、河津亭侯司马懿、永昌亭侯赵云、当阳亭侯姜维、华亭侯陆逊。